就是斗了两句，策划案都不看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还有转圜的余地吗？那还能怎么办？试着哄哄呗。先不说了，先挂了。累不累？饿不饿？现在是不是很想吃上热乎乎的饭？看这个光泽，看这个种类，看这个配色，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，营养均衡。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发见长了。怎么会？这都是实打实的客观评价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你看，真的好好吃。我呸！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但策划案那件事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们被 pass。公司内部搞鬼，我还在处理。你先不要告诉其他同事，免得人情好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不该什么都没问你就认定你是故意的。不用对不起，我也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就像你之前说的，抵消了。谢老板这么宽宏大量，那我再接给你做点别的。不用了，那换一个，给你按按键。不用，这个感觉技术也一般。怎么可能？你也说我技术很好，都可以开店了。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